这款是我们生产的2500型压块机设备，主机功率75千瓦，每个小时可以生产2吨左右压块成品。适用物料有农作物秸秆、木屑、爆花、牛羊粪、牧草、造纸厂废塑料、旧衣服、服装厂下脚料等，也可以用来加工草球、喂牛喂羊等。